8月14日，人气歌手魏晨以及因《小时代》而走红的男神陈学冬等集体来沪，为某型男模特大赛助阵。现场，魏晨更是带来了自己即将发行的新专辑《登峰造极》中的主打歌《封面恋人》，又唱又跳的表演瞬间让全场为之沸腾。